在城市的某一处，你可能见过我。我们曾以许多身份隐匿在各个地方，化身为形形色色的人物角色。在房车，房车，房车，对，上上上上上上上，你。禁毒工作需要的是民警的经验，相互之间长久默契的配合判断，以及根据天气地形等灵活准确的现场指挥。每次出任务前，我都要反复去想他们适合什么角色，怎么抓捕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越频繁才越便于侦查，直击犯罪要害。我们从事着警察这个光明正大的职业，却甘愿做这别样的隐者，日复一日藏于暗处，穿行于烟火人间。在和毒贩斗智斗勇的过程中，会经历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反抗，或是开车冲卡撞击，甚至经历生死瞬间。虽藏于暗处，也被称为马赛克民警，但在不能露脸的背后，我们同样经历着警察职业的精彩。毒品一日不绝，禁毒一刻不止。毒贩在哪里，我们的战场就在哪里。